转运专列，全部送往哈尔滨厢房。我的妈呀！这小孩，我的天哪！抄了会儿经书，也没事干，给邻居们打个招呼吧。这就是隔离的啊！一进来一个厕所，这里面有洗漱盆啊，单人间的。然后呢，那两箱矿泉水给我们的啊，一张床，这里还有个吃饭的桌子，这个就是睡觉的地方啊。5010块钱进来这个隔离室21天是5010块钱，包括住宿，包括吃。投食的过来了啊！他来了，他来了。我操，就这样的伙食。